受到广大玩家们欢迎的《新马奇英雄传》又推出全新英雄啦。这一次出场的莎尼亚是手持双曲刃的白皙少女，身上流着东方大陆乾坤国的高贵血脉，但因为独特的外貌，从小被送往西方大陆，由义贼公会黑影兄弟团的团长抚养，长大后成为一名在战场上能以速度取胜的角色。莎尼亚在寻找心中答案的旅程中，以她的灵巧身姿在战场上展现出独特魅力。她的战斗风格融合了精准的攻击和迅捷的身法，带来截然不同的游戏体验。在战斗中，莎尼亚能够累积专属资源，使攻势变得更加猛烈，同时恢复自身耐力，得以持续不断地延续攻势。她的技能巧妙结合了灵活闪避和迅捷近身的特点，让敌人难以招架。莎尼亚的独特战斗风格体现在她的四个核心技能中，每一个都展现了她的敏捷和致命性。暗影猎踪可对目标留下标记，迅速飞向被标记的目标进行打击。幻舞瞬息会在短暂消失后现身于敌人身旁发动攻击。符魂影斩能在压制敌人之后进行猛烈斩击。白鹿疾步是瞬间闪避技能，可快速移动至后方躲避敌袭，闪避后可立即衔接重击。善用这些技能，能够让莎尼亚成为融合回避与致命反击的影武侠盗。赶快下载《新马奇英雄传》，邂逅这位拥有如雪白发的东方少女，感受她的独特魅力。